陈伟霆赛后表示，今天他的状况不佳，这场比赛可能是他今年比较糟糕的一场比赛。不过呢，最后球队赢球也让他比较释怀。来看联合报记者赖昭颖来自美国的访问。可能就是今年觉得可能就是比较糟糕的一场比赛这样子，因为主要是对他们丢内角的时候，主审有时候就是好球带比较小一点点这样子，那可能就是没有办法适当的去抢下好球这样子，那变成是自己一直是在就是球速落后的时候，然后球速领先的时候又投的也不是说位置也没有说到很好这样子，所以变成是一直是在打击者他们的优势这样子，变成是自己都一直今天只能说一整天都是处于在自己是弱势的状况之下这样子。